主料：风干鸭荔枝。辅料：油、胡椒粉、鸡精。火锅底料：生姜5克、枸杞3克、橘皮10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洗净切成小块，烧半锅开水，水开了把鸭子放进去出水，也要都煮沸，这样可以去去腥味。热锅倒入适量的油，把麻辣的火锅底料倒入一小半，小火炒化，炒香后再加入点生姜，再把鸭子倒进去翻炒，最后加入适量的水，再加点橘皮和枸杞。鸭子入味后，把汤汁用大火收下，就可以出锅了。鲜咸麻辣鸭就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：但枸杞不能煮时间长了，长时间的煮会把里面的元素不美，就没有任何效果了。所以使用枸杞最好的是泡水喝，边喝边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